我们对建筑幕墙领域的关注，从这里、这里，还有这里开始。我们关注自己创造了什么，改变了什么，以及如何用一颗赤诚的匠心去创造更多可能。因为我们坚信，无限的构思、独特的设计、先进的科技，必将成就不凡。始于1969，48年来，远东环球集团有限公司秉承质量、按时、安全、环保的经营理念，提供幕墙一站式服务。作为行业先驱，我们投入、专注、饱含激情，让技术像艺术一样得到热爱与传承，用心于细节，付诸于行动，为客户提供精准的预算、高端的产品、优质的服务，互信互惠，合作共赢。我们拥有国际化的设计专家，经验丰富，精益求精，将高难度的设计概念完美呈现。国内3家幕墙设计研究院致力于潜心开发知识产权，广泛应用 BIM 技术，深入研发 3D 打印技术，成功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。我们充分整合公司优质采购资源，对供应商实地考察，严格把控质量、成本及供货全流程，以优惠的价格、合格的材料、稳定的资源，赢得了客户充分的信任和肯定。我们拥有成熟的加工技术，完善的生产设备，全球7大生产基地分别位于深圳、上海、珠海、合肥、迈阿密、魁北克、水牛城，全年产能超120万平方米。从来料检查到材料保护、切割、加工、组装、打胶，到最后的包装出货、物流运输，对产品进行全方位安全保护和全过程质量监控。我们拥有多支项目管理的精英团队，以安全第一、品质保证为目标，完善施工方案，创新安装方法，攻克了高空大风和巨型单元件吊装等难点问题，完成了一座座世界地标建筑的杰作。放眼全球，逐鹿争雄，远东环球集团已成功进入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阿联酋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智利、日本等多个海外市场，并稳居港澳幕墙市场的领先位置，全球累计项目多达800余座，形成以全球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、南美第一高楼智利科斯塔内拉中心大厦等为代表的地标建筑系列，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、香港时代广场、香港狼豪房等为代表的商业大厦系列，以拉斯维加斯大都会酒店、澳门威尼斯人度假酒店、多伦多特朗普国际酒店等为代表的高端酒店系列，以墨尔本极光之塔、香港启德一号、香港扫管湖满宁山等为代表的高端住宅系列，以香港邮轮码头、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、加拿大魁北克国家美术馆等为代表的政府工程系列，以北京王府井苹果店、上海 IFC 苹果店及香港 IFC 苹果店为代表的苹果店系列，体现中国最高端幕墙的精湛技艺。
与此同时，远东环球集团积极拓展特色组成包业务和投资业务，主动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，从企业管制到产品责任，从安全管理到环境保护，从员工关怀到社区发展，服务社会，振兴中华的企业宗旨，谨记在每一位远东人的心中。远东环球集团将用百年的目光，至真的匠心，在新的时代创造新的辉煌。